大人，晚辈收他为弟子，就是为了日后练成这经，增长修为。若是大人喜欢，全当晚辈孝敬您了。是吗？ 不堪一击，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这还真是天命难测。既然此处无恙，继续去寻找吞魂吧。只手遮天的化神强者，在他面前竟如蝼蚁，此人究竟得是何等修为？ 神一族生于星辰，五族以传承为魂，以星脉为食，为宇宙万族之首。吾名为古神屠司，传承者，你的意志传承并不完整。古神虽寿，犹有尽时。 吾在寿元将尽之时，试图以古神秘术保留神识，却不想遭到毒手。妖神拓森，是吾早年从识海中焚出的一缕邪念，甚至夺得了吾的意志传承。 我已残余神识与之对抗，最终毁灭。屠司，如今你已身死，吾也是你。吾虽身死道消，但用了最后的神念，将识海一分为二。 以血海神石将拓森封印，又以死海神石封存意志传承。前辈可知，那拓森为何要抓我？ 借你吞魂之力，获吾神识之所。原来如此。我该如何离开古神之体？获取完整的意志传承，即可自由来往于古神之体。传承者，万不可让意志传承落入拓森之手，否则。 拓森将成为真正的古神，天地生灵必遭涂炭，切记，切记。